你好，哇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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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这是荒毛县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刘璇姐姐，啊，我都没认出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也是看到了荒毛县这三个字吸引来了。哇，你们是店主，太荣幸了，对对对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们这个店就叫荒毛县啊？三只蜗牛，对，荒毛县是我们的一个口号，就是慢慢来，荒毛县，荒个毛县。对对，三只蜗牛的有什么寓意？三只蜗牛是我们有三姐妹，三个亲姐妹。对，亲姐妹。对 对, 对，我们是两个。你是老二，老三。对对。还有大姐呢，姐姐在杭州，对她没有时间过来。现在目前是我们俩在做这个事情。蜗牛的原因就是因为蜗牛慢，慢生活，慢生活，慢节奏，慢慢爬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对，又慢又踏实，对，然后积极向上的意思。啊，真好，你们就是这儿的人吗？不是不是，老家是温州的。啊，老家温州的。那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？到桐庐来。因为第一次来这个石舍村就被它的山跟水给吸引了，然后就想要在这边找一个工作室，然后一签就15年，现在来这边已经3年了。现在就住在这儿？对对对对，就住楼上。对，底下就是你们的店面，楼上就是你们的家。对对对对，做毛线手工，要不要体验一下？好啊好啊。好呀好呀，璇姐把包摘了。来，张老师他会织毛线，多才多艺。其实毛线它可以做成很多各种不一样的美的东西，比如说做成一个球球，根据你自己喜欢的颜色。那这个是要干嘛的呢？这个是我做这个的，这个叫毛小熊，这个叫牛轰轰，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公仔。哎，毛小熊挺好的，给啾啾可以。啾啾，熊啾啾。他儿子叫熊啾啾，我儿子叫牛轰轰。哟，原来你们也在这里。哇，华少，华少老师，你们这是做什么的？准备织毛线啊，你要不要来？王毛线。哟，少刚哥，你的手好巧啊。对，快不快？油油。这是毛线织出来的。就是做手工。做出来的。对对，就把毛线也编成一幅画。没事，你做啥了？我啥都没做呢。给儿子做一个挂书包上的。可以，他们已经做好了一个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啊，小熊。小熊。这个卖吗？你喜欢送给你啊？少刚，待会儿付钱，别送，别送，别送，一会儿付钱啊，一会儿付钱，好嘞。这是方奶奶，这是给闺女的是吧？对，这是很代表石舍村的，因为石舍村它所有的村民都姓方，所以给他设计了一个方方的脸，就是寓意就是不需要太圆滑，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方一点，有点棱角哈。对对对。再拿一个啊，一会儿你给钱啊，我给傻儿子，我看。这个是吧？小孩子，行行行，好吧。那我给我女儿再拿一个吧，就你们是不是两个孩子都？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少哥，赶紧走吧，不客气。面给你点好啊。好嘞，面我不付钱啊。啊，不付不付不付，我要吃最贵的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最贵的最贵的，好。你们以前做什么工作啊？差不多都一直在做这一件事情，都是做手工的。对对对，从小我们三姐妹都喜欢做手工。你们就一直是你们姐儿仨，我跟她多一点。对对，大姐有家庭。大姐有家庭的意思是有孩子，她没办法来这边。我们是单身，爸妈不催你俩吗？催啊，一直催，没办法。所以你们就躲到了石舍村，催了很多年了。对，躲起来了，躲在山里了。现在也不找对象，不结婚。缘分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呢、哎、你们很难找到，是因为你们的要求太高呢，还是因为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很高，我觉得性格合适，能够在这个山里面一起做一点好玩的事情，我觉得就够了。条件到在山里，他得愿意来这儿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说一定要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。也不是他必须要在这儿，但是他一定要就是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，就是理解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，这样的人就懂得欣赏你的。那有吧？也有吧，对。婚姻这个事情是双方的，而且你必须要走到对方的心里面去。我非常同意。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不要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。是的，是的。这个是要自己遵从自己内心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。对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挺棒的，大多数的年轻人很难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惬意的地方，而且就是。
这么慢的生活，嗯，对，就返璞归真的生活，因为大家在生活里面都特别忙忙叨叨，就是每个人都特别怕失去点什么，所以每个人都特别去够着去摘他想要的目标，但实际上生活是做减法的。雪儿，嗯，就是怕失去，嗯，就是怕失去，所以才会够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怕失去是因为他内心没有力量，内心有力量的人的话，你是不怕失去的。因为你在失去当中你才会选择你最好的生活方式。对对，这就是所谓的勇气嘛。嗯，我们大家真的是很难放弃很多东西。你放过什么大机会吗？我啊，我当年是退役完了以后就拍了第一部电影，嗯，叫我的美丽乡愁，拿了奖。嗯，我身边几乎99%的人都说，你现在有个这么好的开始，就应该往这条道去选择去做你的演艺的生活。嗯嗯，包括张国荣哥哥说，如果你想的话，我可以收你做徒弟，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机会。但对于我当时的想法是说，我运动员出来在社会里面其实没有是空白的，嗯，包括我的学习，包括我所有的这种知识含量，然后所以你上学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北大去进修，嗯，然后就放弃了这些。所以也是你当时做的选择吧。我一个我挺当时做的选择挺逆流的，像他俩一样，他俩现在做的选择也挺逆流的。也不是啦，我们内心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山水的地方，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啊，就是自己内心有一个目标，有一个想法，遵从自己内心出发吧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 对， 对，是的。所以你们的这个荒毛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鼓励。对对对，也鼓励自己，鼓励别人吧。对。